大家好，下面演示 YGB542M 织物褶皱外观测试仪。本次实验使用标准 GBT29257。 打开仪器电源开关，点击屏幕，进入测试界面，根据标准设定实验参数，速度200毫米每分钟，点击返回，实验时间20分钟。全部设定好后，点击复位，使仪器上压头上升至顶部。取样，随机采取3块试样，试样尺寸为150×280毫米，试样的长边为经向或纵向，并在正面做出标记，保证试样表面平整无褶皱。装样，取下上夹持器，将试样正面朝外，长边包围在褶皱仪的上压头上。用夹持器固定。旋上螺母，夹紧试样，将试样长边的另一端按照相同的方法安装在下压头上，保证试样表面平整无褶皱无扭曲。根据标准，应对试样施加一定负荷，需在每个工位放置2个标准砝码。全部安装完成后，点击启动，仪器将向下运动，并在下降的同时做旋转运动。直到静止位置，保持20分钟。20分钟结束后，仪器将自动上升至一定高度。取下砝码，松开夹持器，轻轻地取下试样，禁止破坏仪形成的褶皱。根据标准对试样进行调湿并评级。这就是我们大荣仿仪的 YGB542M 织物褶皱外观测试。